嘛哈。哎，要辣椒吗？一点点。没有游客，没有，不会那么冷。游客越来越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廉价才会游客哦，廉价很多嘞，一年放好几次。那你也要连到礼拜一啊？哦。那个鸡翅卖多少钱？也是一样，对。叫个蛋煮得了。Thank you.
有辣的，我帮你吃一个。节中秋，你要看这个是这个是送蛋，蛋是我摇的，我以为是买两份，真好啊，更好的号啊，等他再来给他先包给他这个装好，包起来，阿姨，托盘拿起来，在前面的。那当然是没有了，就让我来，又来一个，他在前面。